哎，老兄啊，9点钟才开门，现在是8:45，还有15分钟。你要什么？我是懦夫。看得出来，昨天晚上你就应该来的嘛。20块，使用前的半小时，薄薄的擦一层，可不要贪心哦。上回有个小子全部倒上去了，结果做了。
老大。三虎，一个月了，你们这样做是伤天害理，一个月不养三虎，一直做事，你把你家里。
现在世界正开启。